看破啊，四真情是修行指导的原则啊，是初入门最高指导原则。这是修行的基础啊！我用看破四如意足是放下啊，多少年来我用这个方法讲，大家好懂啊。四正行就是断恶修善，最基本啊，一生恶令断，这是忏悔啊，已经做错的事情啊，不能再错下去了，要回头啊。啊，还没有生的恶，你现在觉悟了，决定不能让它再生。啊，我们再加个字，不能让它再发生。啊，那些错事，过去的永远断掉。啊，未来的不让它再生。这叫真忏悔。后面这两句叫真修行。啊，未生善呢，令生。现在我知道哪些是善，十善业道是善，弟子规是善，感应篇是善，六合敬六波罗蜜是善。啊，这些善呢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还没做到，赶快做。啊，赶快令他生！啊，一生善呢，增长。啊，我已经在做的，明白？已经在做的，多做，不断的去做。啊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前面两句是断恶。后面两句是圣善啊，这个是修行总的指导原则，统一的指导原则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了。